我每天记住醒来的精神粮食，今天我生日来定。烦不烦啊？这群人呀，动不了啊！你们到底烦不烦？我动不了，我从头到尾没有动过呀！在哭是吧？哭是吧？哭是吧？钢铁提摩就，你懂吗？那个道具它的功用就是送你很多血量，你必须要血量很多会很强的角色才会适合出。有什么角色血量很多会很强？潘肯奇，还有圣的嘲讽也有吃血量，所以圣哦一定很适合，圣肯定很适合。改版后的蒙多，蒙多就我觉得一般啦，我不知道啦，我觉得圣的强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玩一把，玩一把博兹给你们看。这个角色的奥义，为什么呢？我这么说呢？因为从 S2 以来呢，这角色就是躺，他只要在后面丢丢斧头，永远都不用进场，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被 gank 什么的，因为我们发现状况不对，就直接用斧头吃兵，绝对不出去，直接用斧头吃兵，看到没？躺分的精髓有没有？躺得不错吧？不要把我的罐罐打出来啊！你不要打我的罐罐出来，你把我打出来了，太瘦了，你把我打出来了，不爽，没反击的吼，没反击的吼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呀哎呀呀呀呀，作弊作弊，没事，风筝风筝风筝。好烂啊，波子！不然我该说什么？被点燃后开开大回的血量，就如你们看到的，如此的可悲。你没有点燃，你这种实力，好烂。爽啦，爽啦，捞兵了吧？この手をだ！干嘛？啊，干嘛？什么毛病？啊！超烂！哇，他也有哎！我的血量可是负债。直接把赛特锤出去，那角色大学有吃套餐啊，是不是？真没道理，我会傻、啊、你血月化还会动，果然真的果然。酷啊，今天在国道车祸，你在肉有我肉吗？小心啊，数字人。可悲，我只能说可悲。三条。不，不死之握。拉扯，拉扯。跟你前后拉扯，安住，拉不到。弹出去，一个 Q， 中了，你没了，再一个 Q， 哇，哇，真准，真准的艾希，打完给你一个赞，就你这个狙击，我愿意给你一个赞，出一下这个血量的极致装备，啊，哎，靠背啊，谁在靠背？不是吧，我在逛百货，你在靠背？我等等就杀你姐。
啊，后面一定有人。太狗了，这群人一堆 AP。没有出魔方，被三个 AP 包围。赛特应该发现他出钢铁之心没啥用了，不如我出有用。直接卷关关。终于中了 COVID， 在家休息看叔叔直播。终于中了，是好像很想中一样。干嘛？跑去哪？跑去哪？玩赛特出那个装备有够垃圾。圣主丹利的 YP 是我每天技术醒来的精神粮食。今天我生日来定。烦不烦啊？这群人！呀，动不了啊！你们到底烦不烦？我动不了，我从头到尾没有动过。呀，在哭是吧？从头到尾没有动过，哎，原地罚站致死，这是什么酷刑吗？打啦！打啦！史丹利，我爱你，史丹利，史丹利，史丹利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来啊！躲烂，开多！我很肉，我很肉。但是我在罚站，我很肉，但我在罚站。你干嘛揍他啦？他对我复活，你干嘛啊？我哇痛！牛！回出去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我真的很肉。蒙多战神，我原地捡罐罐回满血，你奈我何？来，原地捡罐罐又回满了，干嘛？你自己抓走。绕开，绕开。蒙多战神来了，钢铁之心，钢铁之心有吗？钢铁之心没了，怎么他没有死啊？守什么巴龙 ？BB 就对了，不要守了，我也守不住。哎，你们烦不烦啊？不要让我罚站啦！哎，拒绝罚站，干嘛啦？不能这样吧？干嘛让我罚站啊？我不想罚站，我不要罚站，我不要罚站。看，强子，这什么东西？受虐儿童，好像受虐儿童，要忍受这个痛苦。吸血鬼就这样死了，好嘞，卡龙要死了。我的辅助比 AD 有用一点。我最喜欢的就是旧版的自然之力啊，他可以还给我吗？我只想要旧版的自然之力。一打五现场，我是一打五现场。别做了，直接做烂，过出去，直接把人锤出去。你看，我。再捡关关，永远支持不到我。老子要发言了！钢铁之心，哇！狙击手爱心，哇！锤出去，哇！哎，蒙多有料。哦，我打节操痛啊！我打节操痛啊！让斯文大爵休息一下啦，他一直在吸啦。啊，算了，锤死他，爆破两千，爆破两千，好好笑。我好大，我好大，我真的好大。钢铁之心，怎么样？你奈我何？我在那边缠着他，直接锤他。我的很大，
看队友是多想赢啊！你们这么废还想要赢？哇！伤害全场最高，蒙多博兹上路有料，谁跟博兹讲一下，叫他不要再玩火炬之光了，叫他回来看一下蒙多，回来看一下自己的边角，真的有料。老大，我老大。